我们知道呢，这个几孤独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须达啊，须达长者，他后来找到这个七陀太子私人的花园。那花园呢，既是太子所有，所以当然就是很宽大，而且离城市啊，就是又在近郊，又是在城市哈，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而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花园树木呢非常的茂盛，那百花俱备啊，所以那个池沼还有水鸟还有亭楼啊，亭台楼阁呢啊，样样俱全。那几孤独长者非常高兴哈，所以他也很欢喜赞叹。可是这是这个花园是太子的私产，他又是半个主子，怎么向他开口呢？然而因为情佛要来说法，逼不得已，所以他就到七陀太子先把释迦牟尼佛称赞一番啊，所以然后把这个问题呢就提出来，而且非常婉转的向他商讨。七陀太子起初是坚持不答应的，所以呢这个悉达长者呢，就是几孤独长者呢，经不起他就是非常用心的一再的要求，所以太子后来呢真的是经不起他一再的要求了请求，所以呢他就将这个困难呢在金钱上帮他拦住，因为跟他说就跟长者说，你既然坚决要买的花园，你能把地面上铺满金纸，好，我就给你。所以几孤独长者呢听到之后非常高兴太子能够开出价，他就满心欢喜，而且非常高兴，也很干脆就答应了。所以呢他就回到家里，所有的金库打开，那就赶快呢请工人不到几天呢就真的将金纸地面呢就铺满了。所以呢太子也亲自来验收。那太子起初也是完全不相信，因为事实就是圆满了所以他呢真的一看呢就是满眼的金光闪烁，不禁呢大吃一惊，所以他呢言已出收不回来了，收好呢就做了一个人请，同时他也非常钦佩的就是仰慕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也很诚恳的听了这个长者这么样描述佛陀的威德跟佛陀呢的伟大。那不如太子就说，那我就行个布施一是向孤独长者说，好吧，那你已经出了金纸了买了我的地了，那我这些树跟花跟草还有设备呢就算是给我的功德，就给孤独长者吧。所以大喜过望就是因为这个原意，所以叫做几树孤独长者的园丁所以七头带主的树所以就叫做七树几孤独园了这个过程这个来历就是这样子。那后来这个几孤独长者买好了也画好了图样请舍利佛呢来进宫，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园子住了很长时间，那说了很多的经也度了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在阿弥陀经的时候呢，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几孤独园的孤独长者，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再来与大比丘与大比丘生1250人，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大比丘还有就是常随众在佛的旁边，这是大罗汉到我们所谓的菩萨，再到外护释迦牟尼佛这么一大段，都在说明当时在起树几孤独园的时候呢，一般的常随众，那佛的说法都是说给弟子听的没有听法的弟子那佛呢当初说给谁听呢？当时在起树几孤独园的这些弟子听众呢，有比丘众，还有菩萨众，还有天上的天众，以大比丘身说就是指明了有三众中的一种所以1250人是表示比丘身的人数那相对的愚者就是和也或同也，就是佛不只是一个人，还和一大堆的比丘身都住在奇树几孤独园这奇树园里面。所以呢什么叫做我们所谓的佛的比丘，就是佛的弟子有七众弟子了那我们在这里有提到一个就是比丘还有比丘尼
啊，这是出家的弟子。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北传有所谓的释迦啊摩那，还有所谓的沙弥沙弥尼，那还有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夷，就在家男士在家女士的啊。所以这一些都表示呢，佛的弟子。那针对比丘呢，是起誓不魔破恶的三种意识了啊。所以在那时候印度的制度呢，佛的制度，出家的男女不许有财产，啊，不许做官，啊，甚至做生意，啊，甚至种田，都应该以企划为主。印度有啊，就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专心用功来办道，所以我们就叫乞士。那不魔就是魔是坏人，因为比丘啊不恤财产，正直守戒，坏人也。因为无求品质高，坏人没奈何他，而且都会怕一个真正呢有修有持戒者啊，所以这个一证就能够呢破万邪了。所以同时呢，我们比丘都会遵守佛的制定有250条，那比丘尼有348条，不做一切恶事，所以就叫破恶。好，所以我们具备了这个比丘的意思是起誓不魔破恶的三个条件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称为比丘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比丘啊，出家的生活，乞食的生活，在我们的中国北传是可能比较行不通啊，但是还是有啊，还是有哈。所以呢，佛法到中国之后，出家人的生活改变了啊，所以我们就将这个所谓的不魔跟破这个条件保存得很好，也是佛法中的好人。但是比丘呢，要怎么称大比丘呢？这个大字呢，就像我们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发大心、发大菩提心的，啊，一切都是利益众生的，为佛法、为众生啊。所以我们了解到呢，1250人，就是佛的常随众的比丘啊，比丘就有如此之多。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就是如同我们的大脑，啊，大脑呢，就是代表呢。这个叫自信，这个灵也叫自信嘛，你可以看哈，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做白净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净法里面，只要我们有这个钻石脑中叶这一块啊，这个一就是都回到自身边缘系统的情绪，我们都回来啊，就在日常生活中，所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理解。佛法的殊胜就是我们懂得一切都不离开自身啊，一切都不离开自身。所以我们假设能够好好的学习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便到西方极乐国，那相对这大乘佛法里面呢，就属阿弥陀经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所谓的经典了。